它实际上是连接世界各地的一个存在。卡农其实就带有跟海洋相似的一种意义，通过它非常简单的旋律，博得世界各地人的喜爱，和欣赏。其实卡农不仅仅是一首乐曲的名字，它也是一种曲式的名字。同一个曲调分布在不同的声部，但是又依次排开，所以营造出一种。 每一个声部追逐着上一个声部的这种感觉，也就像大海的海浪一样，依次的延绵不断的行进展开。因为大海大家知道有汹涌澎湃的这种气势，同时也有恬静的时候。中国的民族乐器和大海的气质，它是最相通的。许多外国人他不熟悉中国的乐器，那么如果我能在街头用古筝去演奏《D大调卡农》这种被大众都很熟知的曲子。 会不会是一种比较有趣的碰撞呢？可以让更多不了解二胡的人知道二胡的多样性，演奏这样的曲子也是如此的好听。音乐又是一门超越了国界、超越了文化和地域的语言，面对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聆听的习惯，台下坐的观众是谁，我都相信通过音乐我们能够找到相通的共鸣。我相信这就是，音乐和音乐演奏的意义。